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素里的 Grandview Heights 社区，它位于南素里，在 Sunnyside 的东部和 Morgan Creek 的南部，是一片新开发的住宅区，有很多新房以及购物中心、餐馆和娱乐设施。社区拥有浓厚的西方乡村风情，非常适合年轻人。与飞沙河谷平均房价相比， Grandview Heights 社区的公寓价格高了 16.58%， 联排别墅的价格高了 11.68%。 红山公园是素里最美丽的自然景点之一，有一大片奇异的森林，超过5公里的自然小径，还有一个坐轮椅也可以到达的游乐场和几个野餐区。Morgan Creek 高尔夫球场是一个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，设有推杆练习室和课程，还有餐厅和酒吧，是 BC 职业高尔夫球手协会的家，是加拿大高尔夫球场里面最好的设计之一。西海岸花园里面拥有很多品种不同的一年生植物、吊兰、花盆、多年生植物、灌木、草本、蔬菜等等。格莱兹公园是坐落于素里的一座精心设计的花园，有异国情调的鲜花和传统的树木。达斯花园是素里市的另外一个美丽的花园，只有在特殊的时间，比如4、5、6月的周末才对外开放。 Grandview Heights 社区还拥有方便的公交线路，此外社区还拥有很多受欢迎的餐厅。随着华人数量逐年增加，这里也有了华人超市，大董华也计划在这里开一家分店。可以说在大温地区购房置业，这里是排名前10社区的选择。